零了。这世间的冷血跟无情，都针对张九南一个人。有一个人关心我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你们终究是外人。哥，我就问你，有一天我要死了，你怎么办？那我能怎么办？我再买一只，再买一只。一个人站起来举手说：“男，我不想让你死，我离不开你，哪怕有这么一位啊，我都不走，一位都没有吗？”快起来，快去吧！你说这，你别走，姑娘，可能你拯救了一个未来伟大的相声演员，就因为这一句话呀、一句话就能拯救一个人的灵魂，你知道吗？就这一句话，怎么就拯救你了？再说一遍，离不开你，别走。谢谢你。但你长得太丑了。